明天我们就要返程了，在回去之前，今天晚上去我妈家一趟。我们从回来一直到今天，就初二走亲戚聚了一下，一直他们也一直忙着招待亲戚，我们也一直在忙。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再聚一下，晚上不让他们在家做饭了，最近做饭挺累的。一会儿我们带他们出去吃饭去，现在去我妈家。来，回来了。我家也没回来的，卖啥？干啥去了？还没回来了吗？这够完了呀。那卖的够完了。哎呀，上午来。俺哥恁能卖。小瑶瑶，哎，你懂音嘞？你给瑶瑶买的懂音嘞？差点忘记了。差点忘了。家里有馍有菜。我妈呀，累不还不累吗？天天做饭，从三十开始做到拖地拖屋嘛。几个还都是亲戚嘞，几个都是亲戚，还没做完呢，因为家里有老人，切都多，对，切多。回来了啊，大部队又回来了。看没有？你也看一个。你这个一对啊啊，差点没弄着你了。我吃一个，两口子都买完了。哦，不是两口子，那带一口冰箱嘞。两杆子几口？那剩一副嘞。啊，小伙子，挺好嘞。小伟先。我不是那时候。不是小伟，现在给咱爸占一套，我看看。变了，你现在说你比咱爸年龄大，人都相信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饭店了，一会儿我姨也来，我们一起聚一下哈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开队是吧？前面还有四来桌。四来桌。咱三十六号。坐一会儿吧，坐一会儿，来都来了，坐一会儿。一边坐着。走啊！他这也是自己选的，是吧？最有名字，都吃的清淡的都行了。吃肉吃多了，天天吃肉吃饭了，这个吃够了。香椿面，对你不能拿了吗？你选。来个清笋虾仁，来个锅烧大白菜，吃个豆腐吧。豆腐来，走。那个大鱼豆。炸牛奶。炸牛奶，脆皮鲜奶。来，小姨来了。大头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看来没有一见面都给红包。谢谢。拜个年，又张一给一老拜个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拜年了没有？走，终于等出来了，刚才。马上小孩都睡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二楼，二楼，不容易。走，等了一个半小时，终于到我们了。搁家吃个饭，我跟你说太难了。啊，今天太上班了啊！啊，行。司机哥什么啊？这个脖子绑完了，对，绑完了，你都别管了。扫地的，擦桌子的，擦桌子。都给俺上台都去了。来，俺几个姐，那个哥哥，扫地姐妹，兄弟姐妹，来。新年快乐啊！干啥？干啥？家长们都讲两句，来吧。好好啊。啊。看看上北京好了发展。我娃这么说，这爹这孩子都是真干，脚踏实地的干，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。咱这人都不是那胡来的人，也都不是那圈玩玩的人。主要还是能领得好，带头人，此刻应该干一杯。来，干杯！好，这位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太大，够不住。够不住，算了啊！代表，代表了啊！都代表了。